苏先生，进来进来。哦，在干嘛？啊，大家好，我是凡凡。今天我也感谢一位叫做的网友啊，他帮我寄来了三个包裹，我看一下是什么东西。这个就是我们那位亲爱的网友寄过来的三个包裹啊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里面是什么东西。他要我把这个转交给苏先生。我们现在拆这第一个包裹，这么大个包裹啊，里面会是什么宝贝呢？来看一下。哇，这是什么？好像一辆那个拉车。我们再来看看这两个包裹，看一下这个会是什么宝贝呢？花生油。哇，这么一大桶花生油啊！哇，这个也是花生油啊。那个网友说了，这个油啊，我和那个苏先生是一人一桶。这个就是那个网友送过来的东西，一辆拉车和一大桶油。那我现在呢，就把这个帮苏先生送过去。苏先生，哎，是这样的，嗯，有个网友啊，帮你寄了一桶油过来了。哦，看一下，这也是个好东西啊，你看，一大桶油。哦。好幸运啊！这真的太贴心了，太有了。还有好东西啊！嗯，你过来看一下。好。所以说你看，这是一个小拉车啊。小拉车。对。哦。这个是拉车的吧？对，把它拆开。我来拆吧。这不是跟我们一块在那吃饭那个大桶吗？你看好不好用？哦，那个我用汽水的话就不用这么辛苦了。对，这个用力，这个怎么一用力扒是吧？对，不是吧？它应该有开关吧？对，按一下。哦，按一下往上面扒。哦，这个很好。哎呀，太谢谢了。有汽水，像这样汽水拉过来。对。哦，太好。一会儿试一下，看好不好了。哦，你试一下。现在苏先生去拉水。苏先生，哎，把这个打满。嗯，好的，不用太满，太满的话就会荡出来了。啊、太满了就会走路肯定会荡的，也要荡出来。好了，好，试一下行不行？好像不行啊。可以。要把这个车子倾斜一点。可能它这个倾斜一点。嗯，好的好的。啊、我走到平路上，走到水泥路上就好了。嗯，好了，这个就好了。你把鞋子先斜一点试一下。对。啊，这非常可以，哎，啊，这样挺好的。这样好吗？啊，很好的，很好的，比我提的轻松多了。我独自品尝着人世间的苦，每当梦醒时会有一点孤独，我们都拼命活着不甘认输，夜深人静时为何有些想哭。现在苏先生回来了，身边的朋友都在忙忙碌。苏先生怎么样？没有人在意我过得幸不幸福。非常感谢那个